那么随时启动各项应变工作，守护国人的安全。 各位持续的密切关注各地的状况，那么随时启动各项应变工作，守护国人的安全。那么中央各部会也要跟地方政府保持联络，提供所需要的协助，国军也会提供支援，中央地方相互合作，一起将灾害带来的冲击降到最低。我们已经看到花莲地区呢，已经传出了这个房屋倾斜，还有疏发公路。 多部车辆遭受落石砸中，而且，在这个台北地区有捷运停驶，还有我们高铁停驶的这一些灾情传出，请相关的部会呢一定要掌握这个黄金救援的时间来积极进行人命搜救的工作，那对于受伤的民众做最好的照顾，而且要做这个紧急的安置措施。